芙蓉鲜贝，此菜是一道创新菜肴。制作这道菜所用的原料有鸡胸肉120克，鲜贝250克。油菜心，葱姜水50克，鸡蛋清200克，湿淀粉40克。调料还有精盐6克，胡椒粉2克，味精5克。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，把鸡胸肉去掉筋和皮，然后把鸡肉切碎，把鲜贝也切碎，鲜贝和鸡肉一起用刀背剁成细蓉，把剁好的鸡蓉和鲜贝蓉放入碗中，加入葱姜水、蛋清、盐、味精，还有胡椒粉，搅拌上劲儿。取锅上火，注入油，烧至一成热的时候，将调好的鸡蓉鲜贝用调羹分别下锅，慢慢托起，
做好后倒入漏勺内，取锅注水，烧开以后放盐、味精，然后把菜心下入锅中烫熟。烫熟后捞出，装入盘中。取锅上火，放少许的油，加清汤以后倒入芙蓉贝蓉，然后加入盐、味精，再用湿淀粉勾芡，最后淋明油装入盘中，围上菜心即好。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，制泥蓉时要控制好油的温度。芙蓉鲜贝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洁白鲜嫩。